万众瞩目的乒乓球世青赛落下帷幕，刘国梁派出16名天赋小将出战比赛，最终的结果对国乒来说也是喜忧参半。男乒林诗栋表现很不错，夺得4个金牌，但是女乒这边不管是蒯曼还是陈毅的发挥都不好。虽然现如今国乒女队已经成为新老交替，巴黎奥运会以孙颖莎、陈梦、王曼玉、王艺迪、陈幸彤为主的球员基本确定，可以说巴黎奥运会女乒成绩无忧异。但是陈梦28岁了，巴黎奥运会后也该淡出国乒了。再反观国乒女队这边，并没有多少好苗子打出成绩。虽然刘国梁给了蒯曼很多次机会，但是蒯曼的表现并没有让大家眼前一亮。同时女乒这边的陈毅近些年的表现也没有那么出色，甚至有球迷吐槽国乒断层问题正在凸显。反观其他外协会的球员成绩提高很快，很多年轻小将都打出了自己的一片天，尤其是日本名将张本智和的妹妹张本美和，近些年成长很快。本次乒乓球世青赛有小王曼玉之称的陈毅竟然4次输给了张本美和，一点不夸张地说，14岁的张本美和打疯了。看了直播的球迷都知道，陈毅在女团混双、女双、女单四个项目全部输球，很多球迷吐槽张本美和是陈毅的克星。更加让球迷感到绝望的是，张本美和如今才有14岁，按照年龄原本可以出战 U14 的比赛，但是人家跳到了高级别 U19 的比赛中打 U19 的项目。在女团的比赛中，张本美和3-0横扫陈毅，混双比赛中张本美和3-0横扫陈毅，女双比赛中张本美和3-1击败陈毅，女单比赛中陈毅苦战7局无奈3-4输给张本美和。经常关注国乒的球迷都知道，蒯曼和陈毅被认为是孙颖莎、王曼玉之后重点培养的国乒球员，但是从目前来看，蒯曼的成长没有达到预期，同时陈毅的成长更是很糟糕。陈毅身高达到了1.76米，具备出色的身高和臂展，被称为小王曼玉，可惜没有遇到肖战，陈毅并没有打出他身高臂长的优势。同时面对张本美和快速搏杀式的打法，陈毅很明显有些被动，无奈4次输给张本美和。此前东京奥运会刘诗雯丢掉混双金牌的时候，邓亚萍就曾经表示日本断代培养已经初见成效，将来一定会对国乒造成冲击。比如曾经的伊藤美诚一击之力搅乱了国乒女队的格局，比如轰出11-0吊打丁宁，导致丁宁提前退役，多次击败刘诗雯，导致刘诗雯转入混双，又击败了世界排名第一的朱雨玲，导致朱雨玲跌落神坛。如今年仅14岁的张本美和出道也很疯狂，一次比赛4次击败小王曼玉。不得不说，邓亚萍预言成真，国乒也要居安思危。同时很多球迷都认为，现如今国乒球员的统治力在下降，主要原因就是国乒教练的流失，比如黄海澄、陈启、刘国正等人离开。最近王曼玉的主管教练肖战也离开了王曼玉。邓亚萍此前在解说比赛的时候就表示，国乒之所以强大，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出的教练团队，我们有各式各样打法的教练可以应对任何对手。反观现如今教练流失严重，很多球员处在散养的状态，很多球迷吐槽国球荣誉如何捍卫，更不明白刘国梁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